跟着吉安特酒如店去糖厂做女王节的活动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的话目前已经来到了吉安特酒如店，待会我们四点，不对，是三点，又现在是两点多，三点准备出发。对，我们龙安店长，对，正在轿车中。嘿，好哦。走了走了，走了，我们糖厂吃冰去了，耶！走吧。昨天上神山，那今天来骑吉安特女王节的活动，那就是来爬台鲁山去糖厂吃个冰。对，休闲骑，休闲骑，啊，都是休闲骑啦哈，没有比赛，全部都是休闲骑。是的，走了。干嘛埋头苦骑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苦骑，我轻松骑。好的。文艺列车要上线了没？脱轨。脱轨，文艺列车说它脱轨中，哦，呵，我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脱轨总是会回归正常的啊，维修部会好好修，走，继续走。我们今天的领骑者丽田，我们吉安特酒如店丽田，今天带我们去糖厂吃冰，走了。
你到了桥头糖厂了。我们到了桥头糖厂，我们准备拍照。好啦，我们到了那个桥头糖厂了，我们准备吃冰去。走了走了，最开心就吃冰了。新面孔，新面孔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前九如店的那个扛把子哦，真的扛把子 Jeff， 嗨扛把子你好，第一次见，欢迎尊重我的频道。看看有什么好吃冰，没吃冰不行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要到路口处，然后去跟中华店的一起拍大合照，大合照，对，好，大合照拍完我们就准备解散了 ，Go Go Go！ 来，这条路我走了太久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吃完冰了。吃完冰了，对，没有人要讲话，对，没有讲话，非常尴尬，非常尴尬，把它剪掉。新的 ，OK， 新人，好，辛苦辛苦。好啦，那洛斯优先骑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